对，相差非常大，因为我非常喜欢动刀。哦，当赞然哦！我自己认为我的手还算是不错的手，所以我很喜欢解剖学啊，喜欢切切割割啊这样子。可是改变我的命运应该是有一台，我跟洪启仁老师的刀，那天就是发生了 aortic rupture，整个动脉都破裂，所以病人好像就是在那一刹那就血喷了1公尺，然后。那突然就是像 coma 一样这样子，那我觉得说人生命很脆弱，也就是说，昨天我在跟他说话，然后今天我发现他已经 coma 在一个 table 上，我突然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去承受那种悲痛，就是觉得我自己做不了什么大事，也许我只能把一个小的领域、一个小的东西把它做好，所以我就。想了很久，我就放弃了外科。我觉得最大的印象应该是，大概当 resident 没有多久吧。那因为我是台大新竹半年交替 turnover 这样子。那我记得我在 R3 吧，有2眼 eyeball rupture 的 case，然后破的，我觉得有一点严重，一个是大破，一个是小破。然后呢，我还记得他开的是 Civic 的车子。喜美的车子，我特别问他，就那个年轻人呢，双眼脸都毁容，因为插满了玻璃，然后眼球也割破。然后呢，按照我们台大的 training 呢，我们电信写说，病人呢可能啊会有 infection 的考虑啦，或者什么 semi 啊，什么 cell semi 啊，就要赶快动刀啊，都好像都帮病人讲坏的情况都讲得很严重，这样，那病人也很无可奈何的同意开刀，然后切了次这样。可是当我奋斗了16个小时，我印象，我奋斗了16个小时，帮他清创那些。就是我应该是说，其实前面的 plastic surgeon 呢，光眼睛就跟皮肤就那边弄玻璃就已经花了不少时间，然后在眼科接手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在眼睛的附近啊，眼皮又拿了好多玻璃出来，怎么细还细这的么多玻玻璃璃就碎掉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安全玻璃，所以我就当轻轻的拿，我借由那个反光，慢慢的找，慢慢的拿，就是很尽心尽力去把它做完，这样。隔了一天，他竟然对我说：“医生，我看得到你。”我在想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在想那不是很惨吗？结果你一定没有办法相信隔天他测到的眼睛是一点一个怎么可能？他几乎恢复了哦，对啊。我就在想说，哇，原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。那我想一想也许是这个病人，就是他没有近视，他的 vitreous 非常好。他的 vitreous 也没有流失，然后呢，我们可能就是非常小心谨慎，非常卖力。我说不出什么原因当他跟我说他1.0，我测了1.0.8，是我自己愣在那边，自己眼睛瞪得很大。你说真的还是假的？那当然，这个病人3年后、10年后，我记得分别白内障就出来。那原本他是一个 playboy。就是很漂亮的，几岁啊？不是很我年觉得轻。那时候很年轻，大概20出吧。那之后3年，白内障就出来就出来了，因为他还是撞击，他还是受到很大的重伤这样子。然后我还记得慢慢白内障出来，然后我们还帮他开了水晶体的刀等等好像最后就是3年10年，那大概视力开完刀还有0.8、0.6的程度，我印象中。这样还 OK，就说，但是这个人已经变成好人了。我觉得走眼科对我来说，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不令人后悔的科了因为我想，一个医师会开白内障的刀，在某一种角度就是带给病人光明，而这种光明呢，可能是一个病人他可能不知道的事情。比方说，很多老人家他很害怕开刀，可是当他开完刀之后，他觉得他的生命重回来一样，我觉得这经验太多了就是越老的开老白人内家障嘛，越害怕开刀，对，
然后在你的鼓励之下，在你的安慰之下，嗯，他接受了，他开刀，嗯，然后他最后他笑脸对着你，甚至跟你鞠躬，嗯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会让我觉得说，这一生到现在很值得。嗯，我想我相信一个常常在开刀的医生，嗯，开二三十年，他已经开万了，嗯，就说，但是你会发现每一台刀，当你很尽力的去做，嗯，他一辈子只开这一次啊。嗯，而他进步了，那我就会觉得说，啊，我对这个病人是有帮忙的，嗯，就说你发挥了一点点的功能出来，嗯，我觉得我感觉是非常美好的事情，嗯，我自己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，哦，那我98岁开过4个，然后当然这些人全部都是百岁人类，哦，所以你可以冥想，可以冥想，可以猜想得到说他在他很晚的年龄里面，当他视力慢慢的暗掉的时候，又突然亮起来，那种喜悦，哦，你看他那种表情，嗯，好像每个都像弥勒佛一样，就觉得很有意思。其实人要活这么久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嗯，但他那个表情，那种满足的样子，嗯，哦，我都哪怕是养老院的老人家，你帮他开完，他就告诉你说，医生，我看得到时钟，嗯，我看得到今天的菜色，哦，这种感觉，他对生命的解读不同，嗯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嗯，很棒，哦，我觉得这是科技的进步，哦，带给人类更好的生活，嗯，我觉得我感觉是非常非常棒 的, 真的相对 的, 的你如果去参与国际医疗，你会发现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开刀，嗯，哦，然后你就发现活在比较黑暗的世界里，都是人，嗯，一样都是，但是待遇不同，对，嗯，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人生或许真的不太公平，我觉得这就是人生，就是说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体验，或者说你怎么跳脱自己的环境，然后去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事情，嗯，然后给需要的人，嗯，如果有些他已经有很多的你不需要给他，嗯，可是你给真正需要的人，我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，嗯，所以我觉得当眼科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